一年多了吧，从上年六月份到现在，发生这么多事情里面，香港人缺了什么？第一，就是我们没有人可以站出来，就好像没有人带领。第二样，就是宣传。人家文春做多好啊，你看看，所有的大媒体、小媒体、自媒体、纸媒、电视媒，全都是他们的人。啊，他们说的话，他们说的假新闻全都是力量，那种宣传。第三，我们所缺的就是团结。就用这三样东西，你们说我们是应不应该成年的、有经历的、有经验的，我们把我们看到的事情勇敢地站出来。要我的微信，微信有；要我微博，微博有。因为我很愿意把我心里面这种正能量呢，去告诉大家。就现在的氛围呢，就是我们要集中力量，要一起去把事情让小孩、让全香港的人都知道。因为我们被扣14亿，所有的同胞都支持我们。